遇到对手越来越强，是不是让你感觉更兴奋？我觉得我这几天一直都比较兴奋嘛，因为每场都是确实是越来越强，难度越来越大吧，我觉得。你觉得今天失败的症结在哪？失败原因我觉得第一是我觉得经验嘛，我觉得就是到了后半局其实自己还是挺有机会的吧，就也领先，我觉得还是一个经验的话可能就是不如对手吧。第一次参加汤姆斯杯就在决赛亮相，你认为有哪些收获？觉得收获还是挺大吧，就是有成功的收获也有不足的收获吧，我觉得这些自己回去还是要跟教练通过不看录像来去总结吧。就可以了。可以，谢谢。